个找伊伫洛江庙中，用车米酒天上圣庙出神龛，中殿叔叔殿内。开始明经过，主席者中华馆长为列高先生，请就位。洛江庙中主任委员张伟东先生，请就位。陪祭者、依祭者、全体长官、各位委员、干事、组长、干部、现场所有信众，请就位。分享。全体信众，请双手合掌。上香，祈求国运昌隆，国泰民安。再上香，祈求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三上香。祈求天后宫香火鼎盛，香烟万年，一香。恭送阮叔叔一年进香马回神龛，咱请主任委员张伟东恭请进香马入神龛。为国一百空分的，现场所有信众，请双手合掌。为今为国一百空分的，伊是最高建议。在现场由洛江庙中主任委员张伟东先生恭请进香马进入神龛。咱在座所有信众，咱以上虔诚的心，感谢咱将近一年进香马对咱的保庇，妈祖保佑庇，有求必应，非常的灵感，随时咱扶持咱厝内一家大小，让咱这一年来吼，舒舒服服，顺心如意。洛江庙中创建一面目，一五九一年到今仔日已经四百多年的历史，是咱台湾唯一佛寺湄洲祖庙开基圣庙圣像的庙宇。咱湄洲妈原本的圣像是分阿些的面哈，神威非常的吉祥亲切，手提如意。经过四百多年来，咱香张火的香。天君哈，咱闽南人吼，闽南哈来转变为乌面的哈，所以咱的信徒嘛来称呼咱的妈祖婆叫天君的妈，乌面妈。闽南妈祖婆因为年代非常的久远，古代哈
吼，咱位吼伫到啊，今仔日从时开始，一直到咱当地的三日三妈祖师这段时间，再来请出咱的神佛、师叔、护佑众生。咱会在妈祖师的时阵吼，会多请回神卡，咱现留守的信众吼，诚心的祈求咱的面舅妈，在咱新的一年都比比健康，咱的万事如意，平安年，四季快乐顺心年，理想成真发财年，事业发展成功年。咱请比舅妈安坐。向比丘天上圣庙行参香礼，一拜上香。圣庙赐福，福国佑民，五谷丰登，民和民丰。再拜上香。圣庙得着神威显赫，香火鼎盛，金牛充粮。三拜上香。妈祖庇佑，四季鼎盛，事业发展，万神光彩，顺遂如意大典，新春快乐，吉祥如意，吉祥。Thank you.